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第一个活动需要大家努力的、努力的配合跟协助，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才可以展现出它无限的亲和力，无私的奉献，真诚的流露。在各位亲爱的乡亲，在各位领导干部，尤其在我们王坤义王总监所带领的一都区之下，全部都可以累积的服务的力量，就点燃了的国际狮子会希望的灯塔。这一个灯塔一点燃以后，我们李新立国际理事到国际总会去说，台湾的亮点就在一都区，一都区的亮点就在这个交易平台。在这交易平台的地方，有我们全体的私有，还有我们地方乡亲以及韩国小的校长们，大家共同努力，再再创造出不同的反响，不一样的地方。这个建筑物100多年了，比我们国际狮子会的年代还要长，还要早。那我们为了维护古迹，有一个交易的平台，回顾我们以前怎么样的为台湾这块土地打拼努力付出，保留这样的原汁原味的容貌，让我们后辈的子孙能够再来看看我们以前台湾的我们的长辈、我们的先贤是怎么样为我们这块土地在打拼。虽然年代已久，有些地方已腐蚀，但是它的斑驳代表着它成长的岁月，以及我们看着以后知道以前的人是这么样的，把生态的环境、这边的保护，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是来自我们的自然的生态。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宜珍啊，我们的这个馆长也好，我们的总经理也好，在这地方更努力的维护这一块古迹。那么这样一个平台是我们属于我们全体私有的，我们全体私有有空来这泡泡茶，有空来这关心一下，有空来这地方跟地方师生、跟校长来画画家常，这种凝聚情谊就增进了我们的距离。这种距离增进我们国际狮子会，我们落实服务乡亲、服务落实我们地方的这种心态、这种环境，就自然而然产生。这样子产生就生生不息，我们国际基金、国际狮子会的基金会就可以源源不息。这样子创造一个这样平台，要感谢我们庄永山庄校长、庄博士这样子的一个热心，这咱一兔区也啊，懂感吧？咱一兔区也，一兔区的宝，一兔区哎，今天这咱台湾发生这样台湾，就送给大家，在这我们祝福所有的领导干部、所有的乡亲，大家平安喜乐，谢谢。